很难退出，这种爱它始终没有归路，可很多人为它迷路。人生有很多归途，怎知道该走哪条路。现在生活虽然已经满足，承受孤独，小三在偷偷地哭，漫漫长夜迷失了尽头，这种生活何时才结束？难道这就是想要的幸福？See you.